菲演出过多部戏剧，因清纯外表和空灵气质有着神仙姐姐称号。近日刘亦菲出席品牌活动，只见她身穿粉色缎面礼服，搭配华丽珠宝首饰，整体相当吸睛。而从网友晒出的身图来看，刘亦菲完美驾驭粉色，身材也相当苗条，自信的样子散发满满仙气，瞬间在网上引起热议。另外品牌方也晒出刘亦菲和安海瑟薇的合照，安海瑟薇一身金色礼服搭配连帽造型，性感之外还多了一丝神秘感，让众人大赞不已。而两大女神合体，让网友们纷纷兴奋直呼大型梦幻联动现场，东西方美学碰撞太养眼了啦。Bye.